把宗教带回教育，这个很有意义。现在英国人在做，英国王子就是把所有的宗教统统带回教育，这非常正确。人家说宗教是迷信，宗教是教育啊，宗教是什么教育？宗教是爱的教育，神爱世人，爱的教育，这个好啊。他现在做得很积极，现在培养师资，现在东方西方都一样，普遍最缺乏的是老师。办学没问题，老师到哪去找？就没有老师，就先培养老师，3年的时间，办博士班，在大学里面开一个活学博士班，实际上就是传教士，就是每个宗教的传教士，一定要把经典讲清楚讲明白，然后再依靠神的教诲，把神的爱心找回来，放在自己的心上。大家都学神爱世人，神的爱是公平的，是没有选择的，没有后果的，平等的爱，真诚的爱，无条件的爱，这个想法很好。所以这个博士班3年，主要就是教神职人员，各个宗教推选，在大学里开这个课程。3年之后，我估计至少有30个博士，活血博士，那么就是有30个传教士，不管哪个宗教，所传的神圣的爱。那么3年之后，可以培养30个老师，学校就上提升，办宗教教育学院，我有30多个老师，可以了。宗教教育学院就是宗教大学，因为老师没那么多，所以不能叫大学，叫学院。7年毕业，7年之后，我估计我们可以培养100到150个拿到博士学位的传教士，可以讲经的。有这么多老师，100到150个老师，我们就可以正式办宗教大学，帮助全世界每一个宗教传教士都拿到博士学位，都有教授的资格啊，这样第一个大学就会办起来，这是好事情。所以英国人做事情做得很踏实，从培养老师下手，10年之后有足够的师资，宗教大学就出现。旧中国传统文化就是救全人类，中国人学中国儒释道踏实有根，难得，这是救世的工作，这是神圣的事业，不是小事。个人生活能吃得饱穿得暖够了，
多快乐啊！救文化，救人类。